我是主唱彭磊。我是键盘汤坤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金裤子最早是一个 punk 乐队，之后呢又变成了一个 disco 乐队，之后现在是一个本土摇滚乐队。从出来我就很喜欢他们，有自己的这个音乐信仰。你像我们拍电影都是金裤子的歌，摇滚踩的时代的前面，他们是一支不断的。你喜欢你看看，我就是喜欢乐队。乐队两种，一种叫乐队，另外我要红，我要红。夏天这一个节目它定位是乐队的夏天，而不是摇滚乐队的夏天。对的，它可以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太酷的一个小节，大家凑在一起开开心心的音乐，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。乐队的夏天，对，我就说好帅，你看你把我画的，你这什么样画不着我，烦了。给我们喊阳光啊，阳光配夏天，夏天配沙滩，沙滩配海浪，海浪海边有海龟。京剧，真的是这里面的京剧。搬到搬不动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那，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床上团圆，要不要再来唱一首？可以，我觉得会有那天。我叫马卡瑞娜，这就是马卡瑞娜。哎，这是什么牛排啊？走得远。会不会打羽毛球？不会，不会也要会。痛痒运动队，即将出发。太逗了，太逗了。大家玩手机吗？我发过。我惊了。我红了，我美了。极限马上都开始了。可里马斯，你说可里马斯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可里马斯。可里马斯，你也站不到，居然就在日大。谢老娘，我要被你吓死。这么有意思的用方言来唱，这就可以作为我们乐队的一个标志。黑撒十几年来，其实他一直是一个往上走的。我们该膨胀的时候，其实也膨胀过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对，刚成立的时候就是，后来气儿放了。演了。做乐队做了这么多年，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情都做过了，音乐节什么没上过也上过了，上中央电视台没上过也上过了。做音乐总得有一些新的挑战，新的刺激。才能成长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达，只有比赛你才能真正的检验一个乐队的实力。为何不能在一起，那要是比赛输了怎么办？无言面子也三年。没事，三年父老也没有对你欠。秦始皇你扣一发扬光大，关键时刻从来不结巴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